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甲哥，欢迎来到瑞明系统科技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公司最近革命新产品，就是这个 Rimming System VNX Mini。好，那首先呢，这个套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这个套件特别的地方就是登上现在我们技能竞赛的世界赛，它的套件已经从我们的 MyReal 切换成 StudyCA 的 VNX， 所以意思就是呢，你现在只能用 VNX， 不能用 MyReal。 可是写 MyReal 跟写 VNX 所用的语言是不一样，写 VNX 是用 Java， 那写 MyReal 呢是用 LabVIEW。那以往我们比机器人比赛啊，一定都是学 MyReal， 也学了好几年。那当切换到就是 VNX 的话，一定可能会不适应。但是我们这个套件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我们瑞明系统科技研发出了让你控制 VNX controller 跟 MyReal 是用一模一样的程式，一样是用 LabVIEW 来控制我们的。VNX controller 这个套件只有在瑞明系统有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，所以说等一下我来证明，只要使用了我们的套件，你会控制 VNX， 会控制 MyReal 一样简单，直接用 LabVIEW 就能控制，甚至连 Vision Assignment 都可以使用。所以这样不管是影像辨识啊，不管是机器移动啊，还是什么的，都是你最熟悉的那种方式。好，废话不说，我们马上进行 demo。